高兴可以受到你们的邀请录这个 DV， 而且可以跟你们一起度过这14周年的生日。宋子鸟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个医学中心，它完全没有一般医院的冰冷，那是因为宋子鸟的主人们都很喜欢艺术品，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地方。希望这个宋子鸟未来会越来越茁壮，并祝你们生日快乐。